在自测抗原前，请清洁双手。打开试剂盒，将拭子、提取管、检测卡等放置于桌面备用。检查保质期，将检测卡取出放置于桌面。轻轻剥离提取管密封膜，将提取管放于操作台中，无操作台可放置于稳定处。根据箭头方向拆开拭子包装，不要触碰拭子头。醒去鼻涕后，头部微仰，沿下鼻道底部向后缓缓深入1到1.5厘米，贴鼻腔旋转至少4圈，停留时间不少于15秒。随后使用同一拭子对另一鼻腔重复相同操作。将拭子头进入提取管中，拿住提取管壁，将拭子在提取管中旋转6次，用手挤压提取管壁至少5次，持续30秒。将拭子取出，装入回收袋。将滴头插入提取管待用。将提取管中液体滴4滴到检测卡加氧孔中。使用后的提取管也一并收入密封袋。开始计时15分钟。阴性结果为仅吸取一条红色条带，阳性结果为2条红色条带出现，无效结果是吸取未出现红色条带，需重新测试。检测完毕后，彻底消毒操作区域，并清洁双手。